主料：猪里脊200克，油豆皮3张。辅料：胡椒粉1大勺，盐2克，料酒1小勺，葱姜30克，松花蛋2个，鸡蛋清1个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滤器洗净，豆皮切成若干块，将猪里脊切碎，加入所有调料拌匀，将豆皮泡软，把肉馅加入，中间可以放上切好的松花蛋，卷好，煎锅加少许油，把包好的肉卷放入，小火双面煎熟，盖上盖子，20分钟左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定要小火煎慢熟透，大火容易糊皮，里面的肉馅也不容易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